小羊点心铺开饭喽！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，我是勇敢三明治。今天是星期三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享用这段关于勇敢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46篇2到3节，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澎洪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勇敢三明治，早安啊！咦，你看起来好像没睡好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早安啊，杨老板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见我在一船上，外面的风浪超级大，大到快把我的船给打翻了，好可怕哦！这样啊，难怪你没睡好。我们的天父爸爸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风和海都是听他的话哦。我们是他所爱的宝贝孩子，他是最最最希望我们无时无刻都平安喜乐的，不用害怕，我们的神最伟大。嗯，好，我知道我是他所爱的孩子，他一定会保护我的。我昨天后来就跑去跟爸爸妈妈睡，有爸爸妈妈在我旁边，我就觉得好有安全感，可以好好睡觉了。当我知道天父爸爸更是无时无刻都在我旁边，这安全感又更踏实了。不管在哪里，他都在保护着我。之前有背过经文，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哼，你果然是小羊点心铺的忠实听众。来，给你一份礼物，是信心松饼做的冰淇淋松饼水果拼盘，超级好吃哦。让我们再一次来背诵这段经文吧。诗篇46篇2到3节，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然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澎洪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诗篇46篇2到3节，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澎洪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你记住了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的心有时候像遇到狂风暴雨般感到恐惧害怕，但谢谢你对我说，我是你最宝贝的儿子，你一定会保护我，赐给我平安，让我不必害怕。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